又曰夫子所讲五行相的有何之理，即土树用五之故，实为中国文化根本，亦即探索造化之源，指明气数之用，为一切言术者之所本。盖二气虽分，未成形也，必再分为五行，而后化成万物。五行之成，在天有寒暑风燥湿之令，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候，在味有酸苦辛咸甘之变，在色有青赤白黑黄之分，皆以五为例，即五行也。由之二气曰阴阳，曰柔刚，曰仁义，曰天地，曰乾坤，曰寒热，曰日夜，曰正反，曰善恶，曰是非，皆以两相对，是故曰两仪，而不限于气。五行亦然，曰五行者，是其中流无尽，合乎道之运行也。或属于气，或属于数，或属于时，或属于物，或属于事，不限于一类，故曰五行。两仪总其纲，五行任其物，为天地万物一切之母体。凡有生有成有形有名有类者，皆不得外事以生存常欲，变化推迁，以遂其造化之用。二气五行者，即造化之枢纽，万物之胚胎，为天下之足气，万有之特性也。二气以简而不能及生化之用，而及五行以成其错综变化之妙。五行以化，见于其初始之真，故人托于二气，以成其主宰之神。故二五为生生之源，天下万物莫不以之相为相系，并欲不害，并行不乱，以成其生化之序。而世界一切于是出焉，乃曰二五构经，万物化生，此何图所指？必以五行配二气，以见天德之生成，气数之相得，而各有何也？至于五行之数，大都用成数，而土则用生数。事关月令，即之谓土主中央，五谓中数，而成数之时，人生数之辈。二五无一一时，用五即足，且天地妙用，常藏时不用，故数老于久。若时则反变为一，以成其循环之道，故数未有用时者，以此土用五而不及时，学者须明乎此意，方明数之用，亦明天德之心在五。以五立极，合于中和之德，时中之道，其妙亦不可尽矣。洪教附注：此文至奥，不易释，必细参之。因何图识天道神秘之书，不得圣人不知其用，
今将所有各数详加讲解，使人知中国二气五行真理所在，不可妄加子义者也。又此文就河图讲释，有未尽者，讲义时当再指明。古人精通天道，洞明气数，国家兴亡，皆早知之，即由义得来。今人不讲义，是为迷信，遂不审吉凶，而妄趋避，究不知孰迷孰觉也。宗慎讲述，夫子浅讲河图，为天地自然之术，其始终包万物之生成，万事之吉凶成败，故亦本此而世人以修养省存，趋避逆顺之道，盖莫非气味之也。天地为万物父母，言万物必自天地始，而万物之生成的天地之气，其数亦分天地之数，河图素物之生成，明五行所出，二气所运，而以数视之，其止生矣。盖气无形而难言，数有名而可计，故以数代气。数之所在，即气之所至，数之几分，即气之几分，以数之分合，而知气之变化，以数之顺逆，而知气之吉凶。其言数，皆言气也。气有精粗，有动静，数有积偶，有多寡，由数名气，则生化之机，无不知之。故河图时以数是造化之本者也。数之为用，自一至十，为一切数之本，无论何数，皆自此生化。故一至十之数，十包无尽数也。知其变化，不可尽于用，不知则不得其用。数者能视变化，而通鬼神。夫数既出于气，气有阴阳，故数亦有阴阳。阳其阴偶，阳属天，阴属地，以二者之分合，而万有以生成变化，不独五行也。而五行为生变之始，故举之以立万物。五者生变由数知之，必将数之积偶，谓之顺逆。相合而生成变化乃见，图中之一三五七九奇数顺行，四二十八六偶数逆行，而其合也，遂成一与六，二与七，三与八，四与九，五与十，各当其位，以生成水火木金土，依次列北南东西中，以是五者之所自出，本乎数之相的有何也。意气之相生有成焉耳，故知一之与六，两数相得，而水之生成的天地之气若几分也。火木金土皆然，皆由天地之气，积偶之数，恰相得而合也。
故亦曰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数之顺逆邪行，以循环终始。于是生化之道见焉，以积偶之数，一阴一阳由男女也，而夫妇之道，即人生之始，人以男女配偶，而生其无尽，数以积偶配合，而生化无穷，此即天地造化之妙也。故数之一三五七九，皆阳而齐；二四六八十，皆阴而偶。二者相得有合，而五行生成。阳道虚，阴道实，阴统于阳，阳包其阴，皆自然配偶，各有其序。故奇数和偶数，人为奇；奇数和奇数，反为偶；偶数和偶数，人为偶。以见阳之统摄阴而不可抗，阴之顺承阳而不可离。抗则害，离则乖，为相的有合，而后成其生化也。河图之数，天地之本数也，其用自其变化而生，五行之物，万物之根本也，其生化自其分合而成。盖有天地而后有万物，有天地之大数而后有万物之数可计，故有序有类有名，而后成其德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此德之见也。此道字，即指一阴一阳之道，言二气并行而不乱其序，则有有数也。由物之成于世，高下远近，各如其分，此数之所见也。人之至于贤否，贵贱受邀，各有其数，以定其分，而能守其分，安其数，是谓之命。一，命自天，知命者安于天命之数，而不失其序，以顺承天生我之德，而养育其中和之气，是谓明道。道不离二气，知乎数而合于气，则成道之事也。故义者言数以明道，达命以知天者也。夫义之言数，自河图始，河图之数，即义之数。如水火木金土五者，义之乾坤离坎震兑也。由用言之，则离坎震兑，分合水火木金四气之象，而更为土，此后天之卦也。若在先天，则乾坤震兑为四方，而坎离在中，其气数各有所合也。以一六之水为天地二气出化，二七之火，三八之木，四九之金，五十之土，皆依次而生成者，阳生而阴成，阴生则阳成，二气更互以生以成，五行于是出，万物于是生，
其生化之道，不离乎此图之序，其赋予之命，不外乎此图之数，数之所在，即二五之所分合。凡属后天之生物，莫不由此二五之分化也。数有终始，运行有序，命有善恶，道有先后，皆气之偏权有所合也。不合不生，故必合而有得也。此天地生化之妙用，亦世界自无入有之次第也。数之所合，一卦而外，则干之谓最易之，以其习见习闻也。天干之数，甲乙为木，丙丁为火，戊己为土，庚辛为金，壬癸为水，其数痛也。地支之数，寅卯未木，巳午未火，申酉未金，亥子未水，辰戌丑未未土，其数合也。皆以五行分配而相生相制，以成其生化之用，与图相同，故易卦有纳甲之意。盖卦象人或不知，而干支则易知，干支故无异于卦，皆以是气数之运行，二五之化合，或以卦示其象，或以干支系其名，其实皆出合图，亦由数算之代名也。因气数不易计，故以之代而便于习究也。如甲乙属木，即震巽也；丙丁属火，即离；庚辛属金，即兑；壬癸属水，即坎；戊己属土，即坤艮也。而其为用，则与此稍异，以干纳甲人，是阳气之出动；坤纳乙癸，是阴气之邪行；震巽以木而纳庚辛，是木受制而后成用也。坎离纳戊己，以水火之用成于土也。兑艮纳丙丁，以金受火制，土为火生，各得其用也。故其数与原未异，此先后天之书，体用之不同也。然此所纳亦有异同，则用者取亦不一也。如归藏亦乎连山，周易亦乎归藏，皆后天之用，非观先天之体用也。其意象若书中，河图若书一体一用，各有旨也。故在图之数，方位相当，次序无乱，与伏羲之卦相同，而为一切数之根本，有不易者也。图中之数，虽自一至九，而五十二数，却在中心，故分数十，应分阳数一三七九，与阴数二四六八相对以合，另提五十二数为中心力极，依阴数逆行之力，与阴数之始四中六，则一三七九与四二八六是恰相当，
而生成之弓箭，生化之序名，而五十二数亦正相当。若不如是，则谓与数失，阴与阳乖，不克生成万物矣。故一三七九阳数，必顺次行；四二八六阴数，必颠倒而逆行。此必然之理。人知阳数顺行，而不知阴数逆行，遂不明数之大用，此祸也。夫使阴数亦如阳之顺序而行，则一与二，三与四，五与六，七与八，九与十，相对而论，皆不能合，更贺生辰之功可言。盖必一顺一逆，一依次，一道行，方能合其位，而成其用。而后一与四合，二与三合，七与八合，九与六合，五与十合，相得而皆有合，以成终极之数皆五也。故曰天数五，的数五，五位相得而有合也。言合乎五，即合天地之心，再道言之，即合中和之德，是人执中用中之道也。盖数十而为五，为五乃中，不得其五，即不得其中，不得其中，必有所偏，偏则害身，安能治生辰之用，通天的之心哉？故五位之合，必依阴数逆行，而后得之也。且阳顺阴逆，气之自然，逆之云者，对阳顺言，其实不过一往一复，一左一右而已。阴气源与阳对行，阳左则阴右，阳先则阴后，阳升则阴降，自然而然，非徒之有意也。如昼夜寒暑互相推移，而日岁已成，若同一徒，则一气独用，不复有生化之功矣。故言数不明可证于象，以象之明见于物也。今就图象证之，亦自可见。阳自一左旋至九，序位皆顺；阴自四右旋至六，序位倒逆，而恰合一六、三八、二七、四九、五十之五行数，不带一义。即此可知天地大数，不离阴阳生化之功，不外阴阳顺逆之用，而万物以生，万事以立，其微妙故非难测者矣。若书歌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位兼六八位足五在中央，宣圣讲义，何图洛书同一数也，而象义以体用之分也。天地生化万物，自其先言之，则谓不义者也；自其后言之，则日义者也。故有体用之书焉，
体者一尘不异，是其极也。用者随事而异，名其变也。天地之大，万物自生，变化自出，体用之间为气数之所致，名其体。而后知其本源，名其用。而后知其变化，盖气数同而所以为气数不同也。何图者，气数之大体。洛书者，气数之变化，以不习之德，成无尽之用。此变化之力，有不可尽言。而洛书则举其代用耳。洛书之为象，亦犹何图？生于二气，分于五行，本于天地之数，成于阴阳之类，而名一时一也。故河图之数重列五方，而洛书则平列九位。河图之物，阴阳合德，而洛书则互为推移。其象之书，及其取义之意，其物之别，及其致用之差，由是以合于河图，则体用以全，以正于义，则变化以见。苟非圣人，焉足以明之哉？洛书象数，由河图变化而来，其阳数自一而三，方位不变，自七而九，则互异矣。阴数则全与河图一其方位，盖阳体阴用。洛书为明用之图，故阴数大异。然自其次序观之，则一之与六，以重列，便为先后平行。三之与八，四之与九，二之与七亦然，皆平行也。以一居北，而六在西北；三居东，而八在东北；九居南，而四在东南；七居西，而二在西南。其所和人相的也。五之在中，本于终极不变之理，此所以与直觉中，谓至道也。体固如是，用亦不为，非终极之道，不足以喻之也。旧书象言之，数之变化在于动，以北方之一，东方之三，皆原为不动者，非不动也。先天之生化首为水，后天之生化首为木，其所变即在其位，故动而不动也。至南方之七，变而居西；西方之九，变而知难，以后天金火互用，与先天恰反其位，故动而异其地也。以数之序言，则依三者，顺行北而东，人前；而七九者，由西而南，则与前异。此由变化而分其用也。阴数之序，则东南之四，而西南之二，与东北之八，而西北之六。其序已与河图反行，
而其合乎阳数，则正相得。盖阳由一三而七九分作两图，一由北之东，一由西之南，以明四正之气，由相偶合也。而阴数则与之成逆行，一由东南之西南，一由东北之西北，一分两图，以与阳合。其所行之序虽变，而所合之数不差，盖一本天地自然之变化，而成其用者也。夫阳之与阴，为万物生化之本，有其一必有其二。如阳数顺分而变位，阴数势必逆分而变方，以变合阳而成其生化之用。故一之三，七之九，为生成数之精然；而四之二，八之六，为生成数之伟然。经纬相得，生成之功见矣。且合数之，自北而东，自西而南，阴阳之数各得其半，即有两仪生四，两仪生四象是也。阳由一三七九之一序分，为一三与七九两系，阴由四二八六之一系分，而为四二与八六两系，以成其四也。故阳有太阳少阳，阴有太阴少阴，则一与九为太阳，三与七为少阳，四与六为太阴，二与八为少阴，以在数之时中为太，中为少也。以此相分合，而变化生成见，万物自是出，万数自是成矣。合此两系之数观之，为一八三四，此自北而止于东南也；为六七二九，此由西北而止于南也。两数相错而正相得，以服天地生成之用，阴阳均平之数故也。盖左右两行，亦阴阳之道路，二者必求其平均。左之八与三，右之七与二，虽原来火木生成之数，而二与八则互换其位以相合。若不换位，则三与二、七与八皆相失，而生成之功不能见矣。故二八一位而后阴阳之数已平，生成之功不改，此则天地自然之妙，不可不知者也。因此互换，如是相对之位，皆合而成十，即一与九，三与七，二与八，四与六，莫不成土之成数。若书中央用五而不见十，不知十之数，恰藏于八方，以相合而后得之。合图之合皆五，洛书之合皆十，名五十为天地之心，土为天地之中，万物之本，其意至深切矣。夫洛书之象，名用者也，天地大用，在此图中见之，即意之卦象，
亦于此图明之。南九北一，由乾坤变为离坎也。东三西七，由离坎变为正对也。东北之八，西南之二，由正巽变为艮坤也。而艮坤亦其位焉。东南之四，西北之六，由兑艮变为巽乾也。而巽干守明其用焉。此皆意象所自仿也。盖合图者体，合伏羲之卦，而韩文王之卦之变者也。洛书者用，合文王之卦，而存伏羲之卦之体者也。二者必互观之，方明其意。以天地之生化万物，由易而重，故由太极而两仪，而四象，而八卦，即由二气而五行，而九宫，皆由一而二，三而四，自少分多，自寡化众，此生化自然之象，而图书所示之力也。以生化之始，不离于一，故生化之众，不失其中。有此终极，则千万变化不乱其序，此中央之五，永不易者也。而其他象数，则随气数所至，二五分合而成其变，变成而天地之代用见，万物之生化出，其理其事，故显然如指掌矣。洛书言数，有名用者，有名变者，有与道同者，有与人事同者，大别之有三。一、图中之数，与合图异，合图为五十五，洛书则四十五。此由天地生化，阴阳消长之数使然也。合图言体，阴阳平均，此合乎道者也。洛书则重在用，用者以阴从阳，以阳统阴，阳主阴从，天包的而生化方就其序，故阳数二十五不变，阴数以三十变为二十，名阳道常长，阴道常消，而以立天地之极，正阴阳之位。比下无见上，小无临大，病愈不害，病生不贼，而全其用，以至无穷也。乃为阳位者五，为阴位者四。阳居四正，阴居四偶，阳正位中宫，阴环，行四极，而后名正是顺，体健用周，虽阴阳四失其平衡，实则如是方得其平衡也。盖阴气不可长，终极不可乱，以五之阳正立中宫，而四为二气，人自平均，未尝偏颇，此其位数以四十五位置也。一、洛书之数，阴阳平列，而与合图位亦序书，与合图数同而象二者合也，则合图明天的生成者，
所生成为五行，其位陷于五，又何图明天的偶合者，其何以顺逆？故序为阴阳顺阴逆之力。若书则由何图而推其变化，以及其用。所向在生成之后，自五行推至九宫，以明生化之序，由二五而可推至无穷也。故数未分而为九。又若书明生化之力，本于二气之交错，二气分合，生化以重，则数序之行，亦循环往复以至无尽。而其序或顺或逆，或以彼就此，或分此合彼，互相推移，成其变化。此亦天地生化自然之序，万类消长一定之力，有不易而易，不变而变，而变人不失，一人不乱之道存焉。故与河图有同意也。如阳数东北原位，以水木之生成，先后天之所使，言先天之生成者守水，以天之一气出化也；言后天之生成者守木，以天之二气在化也。故卦象以六位坤之用，定爻之数，以三位卦之数，以八之自成，为全卦之数，皆取乎水木之数，以领先后天一切生成之象也。若西南之七九，则先天后天之生化各异。先天之火在南，数为七；金在西，数为九。而后天之九属火非金，七属金非火，二者恰异其数，故变其位。盖火之与金，本相克也，非同水木之相生。既克则有胜有负，火之胜金于先天，则金必负于后天；若胜而不负，则生化将穷，更克后天变化可言哉。故在若书火退而西，金进而南，恰得其反，以成其序。盖五行之生，火必因土而后生金，既互异其位，人的受中央之土气，而后不相克而相生，生克之间，即在此异位数耳。且因变化之力，必二气之平衡，且相得有合也。以火宜西，以金宜南，一则九与一对，一则七与三对，皆合时而受土气，以自成后天之化，即以阴数言之，其变力一同，以二之皆七，而人不失火之生成。以二之对八而合十，以受土气，此二之必宜西南与西七皆也。其他四六八皆然，既以此互异而后相得，则其原位必依此变异而后成用，此故自然之理也。一若书中宫之数五，河图之数十五，何也？
则以何土土之生成数全，阴阳之体不可少也。洛书以民用为主，土之德在五，言五以该十。前讲河图以详其义，而洛书之仅举五者，又不独以土德用五之力。盖洛书明生化之变，为后天之象，非河图可比。后天之力以生化为用，生化之道虽本于五行，而非止于五行，故其象数皆变河图之原力，而成心力。后天者以生化无尽为用，故各方之数皆由内而外，由寡而众，以分合变化是生化者也。生化既重，象数亦繁，而病生不害，病愈不乱者，亦有终极也。终极止于一，此数用五而去十，名其不二也。天地之道一言可尽，为物不二则生物不测，此即尧舜执中之道，以本于天地之用，而见于洛书者也。天地以五为中心，五行以土为根本，万物万事以中以为利极，皆自此相见之。以天道言之，则一切生化之术不离于中五，而用以广，得以大，万物所以，万数所持，皆此五也。故曰天地心，亦阴阳之中气，五行之中道也。以人道言之，五者众德之本，即中和也，义也，至善也。以施于世言之，即人也，中恕也。为人生不可失者，故圣人数之为交，以直中用中，为万行之先。易传曰显诸人，藏诸用，此二语即是洛书者也。洛书之中五，即人也。而曰藏用者，则言洛书用五脏十也。夫阴阳二道相以而成用，而阴必藏，阳必显，一藏一显，其用始大。五与十皆土数，即土德也，亦属于仁；阳也，亦属于智；阴也，用人而藏智，人显而智不显。藏也者非去而不用，焉藏之于内，不以显也。盖天下之道，必守德行，人为人之全德，亦天地之全德也。若智者，以成人之用也，不可独用。人显其德而智全其用，则用不显而自大，是中庸成己成物之功。所谓不虑而终，不思而得者也。为圣与至诚则之，以人之身本乎人，人之德无不全也。而至诚之，即阴阳之道也。显人藏智，智在人中，即扶阳抑阴之道也。
此意则本于洛书，洛书显无而藏实，非无实也。四正四余，所合皆实，即所谓藏也。藏之于内，而独显物，以明利己之意，实为天地微妙之道所见者也。天地之功，见于深沉皆仁德也，不见其志，而功莫与大，此即能藏其志以成其用也。人若忘乎此意，不显其人而用之焉，是废天逆道，无不败矣。上贺成哉！故洛书用武之意，至深切矣。洛书明变化之力，是生化之用，其所包者广，此略举其大者耳。要将河图之象数与之一一对参，而求其变化之机，则可见物天地生物之则。圣人亦教之心以夫宗主副主，天地生化之功，全在气化，而气所至，数自见焉。验数则知造化之功，而明用则知生化之理。天地生化，皆有定序，有细有分，有位有类，无丝毫含混。欲明其故，必先求其利。此洛书与河图为圣人所重，权益卦象，莫不自二图出也。而洛书有要，以其民用之力，与易后天卦象同意，求易理之明者，必从后天卦象；求天地生化气数之变者，必从洛书图例。此不易者也。图得其体，不解其用，是知常而不知变，知往而不知来，魔所用也。故明河图之数不足奇，必更明洛书，方可以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，而天下万事万里来往变化，莫不自洛书印证而后的也。图表三合洛卦为合图，合洛大指，复胜讲述。合图复于龙马，洛书成于圆规，以其所出见在合洛也，故名合图洛书。图之初，虽以马规，象之真则符运数，盖天地自然之象，显于物者也。既初见于物的圣人解之，以造成人文之始，而意象乃具，是合洛二图者。天地之文显于物而用于人者也，为天地之神，能自成之，为物显之，为人用之，盖合天地人物四者之灵，而后见其功，成其名，以广其德，者其道，其为物其可亲言哉？观意象之所本，六经之所放，百度之所至，一切正教之所创，其为人文之祖，文化之源，故无他物可与方矣。
图书之象简，而包举天地之间，生成之德，变化之道，静气数之妙，是形神之权，故以一而该万，中而利极，有同一道者矣。其所名用，在顺自然之序，而推其不息之功，在本生化之源，而素其不二之道，由天地之负载，人物之生育，而莫外于至一至终之极者也。然考其用之大利，有数则焉。一、何图者，名谓之用，谓无动也。若书者，名实之用，实有变也。何图立天地之极，而见其体，是名谓之不动，有其生成之序也。若书列天地之序，而者其变，是名时之时迁，有其往复之情也。二者大利，一体一用，一守中而利极，一循行而不穷，是天地生成始终，道德气数往复千变，可见可真者也。一、何图者，明天德之生成也。若书者，明万物之变化也。何图自阴阳二气之生成，而五行出。若书自五方之推迁，而九宫建。五行为万物之本，数简而未定，九宫为万物之变，数繁而行周，此生化由简而繁，气数由正而变之力，故合图之数自一至十，不离五行，而成生成之母。洛书之数自一至九，化分无尽，而明往复之理，其力如一六之水，则化为一与六之北，与西北二宫，四九之金，则变为九与四之南，与东南二宫，余数皆然。虽水火之数不易而未移，火金之数不易而未改，在河图可名为水火金木，在洛书则称为四正四余各宫，正由一之两仪，仪变为四象，在化为八卦，其数以由和而分，其物亦由寡而众，此天地生化自然之力，而义之所以为义也。若执河图以示洛书，则将至而不通矣。一、河图者，以数纪二五之本质；洛书者，以数明九宫之循环。河图不动而自生成，洛书以动而行变化。河图向天地出电，物类自生之时，洛书向万有俱成，气数并行之力，其合于意，则图如伏羲之卦，定位明序而立其极，书如文王之卦，变化错综而推其用，二者各有其所向，亦不外造化自然之理数，可真于物，可验于形，
可厚于时令，可正于天地之文，可通于人物之身欲千变者也。故河图之象，不义而义，如天地之道也。洛书之象，义而不义，如天地之德也。就河图推而上之，可明天的之自始；就洛书推而化之，可知万物之将来，而天道已明，人道已见，天人已达，性命思顺，气数不乖，行止思定，此义之所以立教，为向天道以定人道者也。夫河图之数变，而洛书之象已成，其属于天道者，万物生化自然之象也；属于人道者，则俯仰一阴，终极不动，显人藏用，中和以成之意也。盖天道远，人道耳，天道精微，圣人则知，人道明义，众人能知，必以人道谓言，而后众人可以通天道也。河图之属天道者多，洛书则喻人道，以后天之事，唯以人道谓及物也。然人生自天命，人道出于天道，非天道之外有人道，乃天道之见于人事，而以取法者，故名之人道，名人之所当有者也。道路也，由之则可行，人生由行路也。由道则全其身，大则治平之功，小则孝弟之事，远则圣贤之德，近则日用之长，皆必由是而达焉。此人道之所以贵重，而次于天道，又先于天道者也。洛书之象，由河图而变，即由先天而为后天，亦即由天道而入人道，此可真知于其数也。五行云者，非仅指水火木金土也，凡物与世之同列，而有五者，皆是亦如两仪也。故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也，在地有东南西北中央也，在人有心肝脾肺肾也，在胃有酸咸辛苦甘也，在阴有宫商角徵羽也，在德有仁义礼智信也，在文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也。其类正多，要皆五行也。行者，沿其周流往复循环而行，不相害也。故一年之四时象之，年以四时成岁，而土旺于四季，如河图以水火木金定四方，而以五时之土立终极也。至洛书则方之四者变八，中之五者终不移，则可知天道之行，有化少为重，变合未分之力，而终极不易也。去其实者，
一阴而扶阳也，显人而藏用也，此即人道所使宝也。人之余生，有德业焉，有事功焉，不得徒生也。故天命之性以成其德，人事也；天父之知以立其功，治事也。人之以人成性，则道成而生权，以智立功，则事成而名贵。二者人之所以为人也，然必显其一而藏其一，以合乎洛书之象，而弃乎天地之德。若不能显人藏志，则有功无德，失身之本。若不显人而徒用志，则反莫为本，离性日远，去道日甚，不独无以全身，必反因以蛊惑。盖智者用也，末也必有本体谓之先焉，失其人而为智事上，是舍本逐末，失体求用，如不知精微，往之纲目，其谓术书，谓思义也。故自太极以至无穷，谓术虽疏，谓气无耳，而术之疏者，非疏术也。术之自加减乘除也，故术疏而不疏，虽由万物至于无穷，人不外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数，不过有其分和变化而已。故数之书者，数字书之，非数外有数，则由气之不二也。因气不离阴阳，虽有错综生化之书，人不失其为阴阳。故气无疏，数无疏，数以济气，气之所至则数成，数之所见则气。答：气数无疏用也。何洛者，名气数之用，是天地万物之始终者也。果明其便利，则天下之气数，皆可推而知之，以其用因变而后见也。摄魔所变，即魔所用，果无变无用，天地以归思灭，更赫何洛之徒存哉？唯其变多则用神，用神则天地无极，人物无尽，莫不在此气数之中，即莫能出此图像之外。而后何洛二图，乃为人之所必明，世之所必重者矣。何图与洛书一同之处，即气数变化之机，与天地万物生化之力。其所列虽仅此九宫之位、五行之名，而其类推，可至无尽。欲明其变，可就意象证之也。所需之者，何洛之变何自来？其气数分合何所本？此则求明天的生成之序，人物生化之术，所必留意者也。兹事论之，洛书之术因何图而来？即万物之生化，本天地五行所出，
如五行生自二气，即天地也，以见河图。而九宫面自五行，即五方金木水火土也，则见洛书。而九宫云者，非厌九物，或九事也，以数尽于九。九宫足以包数之全，天下之物尽在九数中，则莫逃乎九宫之外。故九宫者，万物万事之所立数，而万数之所循环者也。无论生化之无尽，所推所演，莫不尽于九数之中。有九而内，则反于一；有九而外，则推至无量数。数虽无量，人不外此九也。甘之用九，以尽天下生生之道；而大衍之用四十九，以及天下往来之数。其曰大衍者，由中数之五而十倍之也。衍者，推演也，推其数之所至，而足以包举一切数，故曰大演。以数之老阳在九，老阴在六，六九五十四，去中五而得四十九，即大演之用。此亦河图洛书所有之数也。以其数之重在变也，则河图之象变为洛书所使在金火互异位也。以金之九为先天数，若一变，则属火，离代前用，离为火而干为金，故其位随前离而异，此亦见者也。其间上含深意，即以数之成，乃因气之行，气之行也，非至于一方而不动，必周流八方而无息。以为言之，则河图之火与水对，金与木对，数随五行之气而定其方，摩所异也。若以实言之，则洛书北方之一与东方之三，亦属太阳，亦属少阳，而后南方亦以九，西方亦以七，亦以太阳，亦少阳，其位互异，而后正对，以其气之纪行，不复如河图之初生也。河图之气，以阳生阴，以阴济阳，故阳老于西方之九，而阴四季之，阴老于北方之六，而阳亦成之。阴阳互根于定位，而相得以合，而生成之功乃见。此其以气之初生未象也。若在洛书，则阴阳已分，二气环行，行者有序，太少必对，是以北方之一，南方之九，一时一中，皆太阳；东方之三，西方之七，一生一成，皆少阳也。阴气亦然，东北之八，西南之二，皆少阴；西北之六，
东南之四，皆太阴，两两相当，以周行于八方，而成一阴一阳之道，遂不可不易其南西金火之位也。此力可以一岁正之，春与秋对，冬与夏对，一寒一暑，相当其理，而一岁之气，周而复始，如环无端，此其用之可明者也。故洛书之象，象后天以定之气数，阴阳叠星，数位周流，以成其往来不息之德，不独遂令然也。即一人之身，一日之昼夜，无不如是，皆以循环未律。此即洛书以明变化之用位象者也。且数之既变，有数立焉，阳之合阳，则反为阴；阴之合阳，则化为阳。故二阳相遇，则成阳中阴；二阴相遇，亦为阴中阳。此在太少之外，更有阴阳也。是亦与九对而成时，则九为阳，亦为阳之阴；三与七对亦成时，则三为阳，七为阳之阴。阴数亦然，故四于阴数，东北西南为阳，相对为阴。其所以然者，合则变，分则化也。后天之数多杂，无纯阳纯阴之物，以其不能生化也。洛书之数，参无错综，各有其分合之用，故变化无尽。不独火金之意，即二八之意味，亦其力也。天地生成，全依此阴阳之魔道，而后万物生化，世界悠久，以气无穷，此所谓造化之机也。其行也，则以往来未择，循环不已，以成其生生不尽之功，即至成无息之德也。故气之阳者阴之，阴者阳之，天者下之，地者上之，左者右之，右者左之，相互以生，相交以成，不独金火之互换也。故东南西北四方之序，不似河图，自一至九，九宫之数，不同五行，而后见后天之道，明世间之数，如河图始于北，而洛书守东，河图阴逆阳顺，以一系行。洛书均分二系以往复，此皆二者同意，可资考证者也。盖先天之象，由无入有，其始生也。阴气之动，后天则以生成之后，万物随之生化，气以流行不息，数以变化不穷，其所以异者，皆自气合之。而气者内真于道，即理也；外真于象，
即数也。理数之间，不可过求其机，亦有神也。神欲其用，故天地有主宰之数不易，而神不可测，以其为也。是阴阳之事，不可识之以物也，唯神通之，气感之，故圣智之事也。以一言之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言非一明也。而气数之常变，即凶生焉，或福降焉，则尽人所当知也。故逢其合，视其宜，去其逆，塞其空，为趋吉避凶之道，不可不讲。此数虽止于久，而用可千万；物虽止于五，而道将无穷。如水之数，遇金而旺，遇火而尊，遇木而退，遇土而死，其道有穷通也。他行皆然，以数合之而自补之，则吉凶无遁情，祸福有定数，不必求之人也。是故数之为用，合道明生者也。知数之深，顺数顺道，其所指者一经一切，习乎人之不讲，而不明圣人立教之旨，斯可楷矣。宗主附注：一言数而本于道。古人言道即天命，故道与数同出一名。后人以道属于理，数属于运气，遂有性命之分，实则性即命也。古书性命二字无二意，天命之谓性，中庸守皆之告人，而使人之身所自来，不明性命，即不知其身，此以性自从身也。若何言之？性之所存者道，命之所行者数，皆一气所化，非二事也。故言道即有数在，言命即有性存，一行一存，远不可分。分则命亡而性亦失，数逆而道亦违。此古人言一必该二也。一之言数莫外乎道，道始于阴阳，则数本于二五。何若者明二五之推移，向阴阳之生化，谓数言，亦谓道言也。苟得其意，而了然于心，则行合乎数，亦存乎道，内外大小，亦以贯之，摩所疑惑，此圣人拈出立教之旨也。夫子以人为希思义，于图书所向，淡然视之，不以为神怪难机，则以为数数乖正，而公结之，抛弃之，等于无用之物，遂使道数不明，性命徒讲，此可楷矣。故命复圣就前之讲义，引而生之，以导后人而明义教。读者不当细心玩味之也。弘教附注：
复圣所讲河洛图像变化之理，理气数三者一元，明此方之人修道通神，能知天命，亦使神贵，延生不老之道，无足其意。以洛书以明白指点，只是人不注意也。即后来六人遁甲，八正九宫，一切术数都从此出。人知术数之妙，而忘河洛之精，所谓逐末忘本者也。要知一切术数皆从五行生化，九宫往复，河洛指向其大力，未演其变化，故人不能明其用。后世河洛理术一书，推演颇精，习人呼之，而不知河洛图像自然变化，无可疑者。果从河洛二图，悉心推演，自知推不之理，与术数之用，且无不合乎道功者也。又复圣此文，重在说明术用之力，而指出后人之疑惑。要知术自气成，凡吉凶祸福，皆气所感。人求顺术，必先习道，以养气为本。气之在空中，天人痛之，一变一常，无非气所合，此谓术之本。不明此理，不可言术也。宗圣讲术，古时相术，昔本河图洛书，是谓异象之源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文龟，皆天地自然之象术，而圣人则之以演绎，盖所由来者远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文，天地之象术，即由天地自成于人前，神道之感应，为人道所昭彰，故上世常见之事，以地天流通，神人时气，人习于道，无不通神，则神亦降其灵，滋人以智，发人以道，非可易也。故图书出，而人文以创，天地之道见，而人道以明。人之有文化教育，皆始于天地自然之象术文章，虽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而溯源探本，则有所自矣。故图书者，异象之祖，欲明异象，必明图书，如木本水源，不得其故，则之流莫可纠结。是以夫子曰：五十学艺，言由图书以穷象术也。天五的时，五十为天地中心，天地之道由此见，人道由此立，故五十为图书之中术，由一之太极也。太极在术曰一，在位曰中，在性曰至善，在气曰纯阳，为无始之始，万有之宗，老世之天下母，
即指此也。而其大包无外，广尽万类，故属天地之中，亦天地所自成也。数虽自一至九，而其宗则五与十，五十分裂，则乾坤定位，五十合用，则大衍成形，故曰五曰十，或五十，皆数之本体，其他则用也。乾用九，坤用六，九六为乾坤之用，干数集于九九，坤数包于六六，人之数七，艮也，其数尽于七七。此大衍之用四十九，指人道也。天地之道，由人而明；天地之术，由人而用。故大衍之术，以七七为用，而天地之术在其中矣。合则成用，分则未位，交错则变化生，成除则盈虚见，而其本是，莫外乎图书之术也。何图洛书之象术，谓自然象术，亦之象术，则本图书而推其变化之象术也，亦与图书有同义。但天地象术，终不外图书所有者，至其变化，虽推之无尽，仍不能有违于图书之力，则由天地生成之术定，不可越也。自上而下，则二五复行，而万物以生；自下而上，则万有归一，由行反生。故图书之术，始一中九，五十在中，而二气五行备聚，其化生万物，则以用言，以二五互交，推验位数，所谓二五构经是也。故其数阳五阴五，阳以顺行，阴以逆行，相交以生，相克以变，而孤阴独阳，则不生不变，亦以乾坤交用，坎离相制，以成生克，而行变化，由数之用言，则阳者一三七九顺行，始一中九，其位在西；阴者四二八六逆行，始四中六，其位始于西北；阳以九中交阴六，故阳数用九，阴数用六，九六相中始循环以生成变化，而五十主于中央，为天地终极，万物枢纽。此图书象数之大概，即为一所本者。干之用九，坤之用六，即准合图之阴阳数也。观合图所列之数，作为环形，则一三七九，由北而东而南而西；而四二八六，则自西北而西南而东南而东北，一环而中。始为五十在中焉，洛书亦然。不过其用有异，由方圆不同也。
有北之一，东之三，则以皆西之七，南之九，皆阳数也。其阴数则西北六，东北八，西南二，东南四，亦由东南之四，西南之二，皆东北之八，西北之六，相环以中始，正如河图，而五在中焉。其不同者，图属先天，书属后天，一体一用，一位一时，故若书之数以相交而行，而河图则相贯也。洛书之位以东南与西北一数，而河图则顺逆依序也。宗主书数，河图之数，本于天地生成之象，盖自无入有，首位太极，一气既动，两仪已分，两气相当，五行已聚，故河图象之，其数自一至十，分为阴阳，阳其阴偶，各得其半，而生化之本，必基于二气之合，五行之分，即由于阴阳之变。